不依啊，不依，人家不依，人家不依啦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来到方舟灭绝耶。Yeah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我们的沙漠地区哈，寻找我们的极面龙啊，就是如我们这个封面所看见的这一只生物呢，叫做极面龙。好，这只生物呢，其实乍看之下还蛮好笑的，就是它的脸上面一大堆刺，然后可以有点类似像格林机关枪这样对准猎物，然后对准你要攻击的生物，然后发动连续的那个尖刺，这样子有点像是刺猬会做的事情哦。哦，反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生物。那今天我们老头呢就来抓它，来抓它，来抓玩看看。好不好？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不对，今天有两件事情要做。为什么我在太空漫步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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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奇怪，这个往后走没有做好哦，乱做一通哦，这不是重点。好，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件事情要做，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就是很简单哈。我们先把它拿到我们自己身上，这个东西你只要找个地方随处插。哦，你会看到它周围呢会有这个红色的线，这些红色的线意味着呢，这一只生物只能在红线内的范围，红线内的范围巡逻，不得走出去。哦，然后呢，据说它好像还可以调大小。哦，最远在哪里啊？我靠，这么远哦！我们不要调最远好了，我们调最近。不要了，调，靠腰把它捡起来。哈哈，等一下啊，嘿，这个是拆掉的意思吗？打开物品，哦，这是关掉的意思啊。哦，原来是关掉。我们调这样子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它物品呢，里面不知道可以塞什么，我们随便放。我们的那些碎片全部都没了吗？我记得我们有那个碎片啊，那就全部都坏了，是不是？算了，不管了。来，我们就开一个巡逻模式。巡逻。我们看一下阿根廷移动齁。哦，当这个开启之后呢，有没有看见？它就只会在这个圈圈内移动。哦，然后呢？敌人只要走进这个圈圈内，或者是在这圈圈的外围一点点，这一只呢就会主动攻击。反正这就是防止一些巡逻的恐龙走太远就对了，甚至是消失。哦，这大概据我所知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看它上面写被锁起来，一个被锁的标志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是我目前为止所知道的。那这里面呢要放什么，增加一些什么声光效果还是什么的，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。好吧，这个就有待查证。这个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呢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老头。好吧，我们就直接把它给拆了，我们把这个巡逻模式给关掉。哦，这个就是一个小道具啦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也没什么新意的啦，就是一个很简便的小道具。哦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呢，除了抓我们的几面龙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我们这个沙漠地区哦。哦，沙漠地区里面呢有一个算是传送打副本的一个门啊，传送打副本的这个门呢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沙漠地区的最下方，哦，大概在75的那个位置哦。哦，各位应该可以看见这个最下右下方这个75这个位置吧。哦，这个方尖碑的副本啊，这个灭绝地图的副本好像就在那个地方的样子。哦，你们现在所看到这些方尖碑呢，目前为止啊，好像没有显示那个副本的那个工作台，让你们去进行副本对战，就是打一些泰坦啊、冰泰坦啊，哦，然后火泰坦啊，管他什么泰坦之类的，目前为止好像看不见，有没有？它的灯光打下来，结果这边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但是呢，据我所知，好像最前面的地方有的样子，哦，好像，对啊，是这里，好像是这个地方的样子吧？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好了。然后呢，老头要稍微跟，又要稍微再更正一下，
之前所说泰坦只有两只的这件事情了。哦，老头呢？据老头知道哦，后来去看一下维基百科哦，这个泰坦呢，其实有四只，严格来讲是三只。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非常的简单，就是那个泰坦有分冰泰坦，还有一个全身长藤蔓的泰坦，另外还有一个叫泰坦王。泰坦王哦，哎呦，这边藏了好多、哦。不管，先飞，飞过去看就知道了。啊，那叫泰坦王。泰坦王之后又有一只叫做阿法泰坦王。哦，阿法泰坦王，我觉得应该跟泰坦王是属于一样的东西啊。哦，应该是属于一样的东西，只是变了阿法版本而已。哦，然后呢，老头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哦，所以说还不知道这里到底要怎么走。哦，哇，什么声音那么大声？哇，这里居然出不去！来，哦，这是真正外面的世界，但不给出去就是了。这附近到底有什么？我还蛮好奇的。哇，哇，有没有可以看到外面呢？哈，不过都不能出去就是啦。我们继续飞，我们继续飞。这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太空舱的概念，有没有？哎，蛮好，前面这就是我们那个平台啊，就是这个了。好不好？那些方尖碑全部都是假的啊！真正的召唤平台的地方在这里。然后你就看到这边有一只啊，天空泰坦啊，还是什么泰坦之类的。哦，看到这个呢，我又要再更正一下了。其实泰坦这只也算是一只泰坦，就是在天空飞的就是泰坦。然后呢，泰坦王泰坦这只不知道叫什么泰坦，忘记了。啊，这只泰坦，然后泰坦王，啊，然后再来就是冰泰坦，再来就是会长藤蔓的泰坦，四只泰坦，啊，确认无误，终于确认无误了，啊，然后你已经看到了这个召唤的等级一，然后呢需要一个神器，这个应该是神器吧，目前我没有，然后呢要100个很像是什么的心脏，羽暴龙的吧，帝王二的皮肤10个，火焰钩爪。好吧，这个给你们看过了齁，我们之后呢过几集再去把它召唤出来，而且这是可以抓的哦，这是可以抓的哦，各位，这是可以抓的，到时候呢我们就把所有的泰坦都入手好，然后那个泰坦王可不可以抓我就不清楚啦，反正这个资料嘛再过个几天应该就会更完整一点哦。哦，看到这边有一只，哎呦呀，哦，要抓这只其实很简单啦，来跟着老头做，首先呢，把周围不必要的给杀一杀，会主动攻击的给敲一敲。好，好，然后像这个吉西也是，还吉西也是，哦，丁丁、拉拉还有小波，也是都要杀一杀。哦，其实这次杀不杀没差啦。哦，这次杀不杀没差，讲真的。好了，哎，阿斗不见了。陨石坠落，然后又有那个副本任务了，不管。哎、欸，啊，看到这边一只，好了，我们就直接抓这一只好不好？废话不多说了，他在那个地方，而且这只是绿色的，这只是绿色的，来来来 ，Hello， look at me， 先拜。为什么直接破掉？等等，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哦，不要射我满脸！哈哈哈哈，死定了，我的十字弓。然后我靠，外卡层，林北卡层都是刺，是怎样？哎、欸，阿、啊、外流星锤为什么啊呢？啊，有这么克难哦？不是啊，重点是怎么丢不出去啊？哎、欸，他这流星锤坏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照理来讲是可以把它绑住的啊。啊，那太唔汤了！我靠，这么快就晕了、啊，看来是我担心太多，你知道吗？这家伙应该是直接吃生肉了。我靠，马上站起来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啊，他的暗示 VELO，
哦，我们有了这里，可是他要去铁匠台做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先给他吃个传送门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回去哪里啊？对对，好，找到了。哦，原来他背上长这个样子哦，他的背居然是那个像是甲龙的贝壳哎。好猛的感觉哦，不过他的抗麻醉跟血量其实真的极少的哎。其实讲真的，这次的功用何在我不是很清楚哦。速度初始蛮高的，冲啊！也许有点慢这个速度。右键，看这是什么东西？体力需要增强啊！来，给你吃点肉。来，我们把体力点到2000哈，不多说。体力没有2000，这样子要怎么玩呢？补一下，莫名109等，死给！你看他脸上，哦，好刺好刺，哇，整体看起来蛮不错的。好，我们真正的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操作。空白键跳跃，哦，跳的距离挺短的。C 键，好 ，C 键是准备要瞄准的。左键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哎呀，哎，还蛮带感的嘛。然后这右键什么？我不依，我不依，哇，这个伤害20哎，哎，伤害高。别看他这么小不灵动，然后血量少，体力少。你把血量跟体力啊点高啊，很可观的哎，20/20在打哎，哦，不要说什么魔改啦，非魔改情况之下，战斗力就很可观了，根本就是方舟版的机关枪，对对对对对，而且这个连发速度比一般机关枪射的还快，可是它是有距离，应该射不到，那有射到了。好爽啊！这个声音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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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哈哈，挺爽的，挺爽的。啊 ，C 键是这样子。啊，怎么不吃肉？嗯，我给你生肉，你不吃，这样对吗？哎，吃果实啊？还是你要吃高级一点的羊肉给你好了？哎，为什么？这家伙的食物来源该不会是……哎，可是我都把它给弄掉了。他什么都不吃哎！哎，对啊，他都不嗑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吃那些不拉几的东西哦，腐肉吗？哎，他嗑了，他嗑什么？怎么他这么久才克腐肉啊？这应该不是他怎么那么久才克生肉啊？这是 bug 吧？我觉得这应该是 bug。跳，然后右键，不依啊，不依，人家不依，人家不依啦！啊，如果你有一个女朋友跟几面龙长得很像的话呢，真心建议不要惹她不开心，不然下场就会像是这个样子。不依，人家不依啊！啊、哦，他就戳起来啊，有没有戳了一只？不依人家不依。哦，我现在发现原来左键可以攻击，那左键是用爪的。谁去配巴雷？赛亚人的骄傲，你不能打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赛亚人的骄傲。塞你几颗赛亚人骄傲？赛亚人是可以当饭吃，是不是？哦，大概这种概念。完了，我这只要晕了。人家不依哇。我对尖刺有免疫耶，哇，一打多啊，我超强的，我终于知道这一只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功用是什么了，一打多，人家不一，而且他们的尖刺对我是零伤害，这一只完全免疫尖刺伤害，好，能不能减那个，能不能抵消那个什么，奇美拉的那个
远距离紫色的那种大刺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还有死神国王的能不能挡，我不知道。总言之呢，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全军覆没了，身上都充满我的形状，不是啊，身上都充满我的刺，有没有？超猛的。然后还有什么功能 ？C 键 ，C 键就是瞄准嘛，跳 ，Ctrl， 没了。然后来了，他来了。我怎么觉得前面这只比较酷啊？啊，挂了。哎，真的哎，前面这只颜色比较好看哎。啊，不过你还是必须死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只极面龙吼。那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？然后也带各位去看的那个方舟副本里面的那个场景长什么样子。目前老头只发现那边啦，有没有其他地方也欢迎各位在这个下方留言哦。好，然后也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恐龙雷达啊，那个算念雷达吧，还是恐龙 AT 立场，我不知道啊，各位自行去翻译。总而言之呢，中文还没翻出来是有点麻烦就是了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小块，下方留言或者去我 NoNo Life 按个追随。感谢各位接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方舟灭绝再见面了。拜拜。